来，下面一道题目出题。注音题。注音啊，哇，这个。真的假的？左右为难，一边是爱情，一边是爱情。张学友跟郑中基，对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强了！这种逻辑题哦，你这是最厉害，真的。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第一道题目出题，来，题型是什么？希望用不到。香港，香港的歌手了。如果不擅长的，就直接出来当人质。对，不擅长的，最会的吧？香港歌手，香港呢？这种题型的，这三针，这三针，香港，我还算熟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你可以。但是香港歌手应该都是出以前比较 old school 的，以前 old school 的哦。香港歌手应该都是我们那个年代很红，很红。八零年代都是刘德华那些哇，来台湾。那我去做。你不行啦，你该第一名呢。香港我不懂啊。你香港不懂？香港我不懂，完全。好了，我们把你救回来。那边我不懂，但是这边在考虑说人质只能一个吗？哎呦，蛇步，哎呦，我用，哎，很厉害耶，抓，来，棒，这边还在考虑，他们要四张椅子，四个人质都可以出来，啊，不是，哎，只能一个，是，哇，这红色这一包哦，如果包起来不得了，大包的，大包，应该马上就是端午节要到。喂。各位，那旁边就不能再出问题了。好好好，请出题。这不是那种童话里，这么简单。好来，方大同。Love song， love song， 童话。一直相信。Love song， 一直相信一首 love song。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 love song， 一直想写一首 love song， 你给了我一首，你就像那夏天的凉风，吹过我的面孔，心想飞，在我心底，你就是我第一，想说爱你。现在两个看到听牌，好，直接把它扣到，直接扣了，就把它丢，丢到那一坨。但是同学也不要那个气势很虚，你们越站越后面了，对，你们要往前站，有自信起来，知道就举手，因为你们的强项是新歌，他们那个都好老，老，我们也懂，我跟你讲，老人啦，老人，老人，下面一道题目出题，注音题，注音啊，哇，这个。真的假的？左右为难，一边是爱情，一边是爱情。张学友跟郑中基，对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太强了！这种逻辑题哦，你这是最厉害，真的，真的脑子真的好，太强了！刚刚错，没有，人脑有一些结构，左脑右脑刚好属于这些结构是好的，厉害，对的。其他方面就还好。下一步是拿手术刀出来打开来看一下，他没除掉，来不来？去，直接到淘汰区 ，Game Over 啊！你看你来就人家绑两圈，然后就结束了生命。你想话吗？